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100毫升的防晒喷雾可以带上地铁吗？夏天到了，很多女士会随身携带防晒喷雾，那么防晒喷雾可以上地铁吗？一般来说，喷雾上有小火苗标志，或者是带易燃易爆、避免高温等字样的喷雾，都是不可以带上地铁的。因为多数产品设计为自喷压力容器，大多数这些产品含有大量的易燃易爆物质，同时这种容器本身就是易爆物品的一种。地铁是人员密集的地方，非常的危险，所以呢，100毫升的防晒喷雾也是不可以带上地铁的哦。